每天早上6点多，周丽就要开始在店里忙进忙出，因为10点多不到午餐时间，客人就会接踵而来。我跟你讲啊，冬天就变成很多人吃。我跟你讲，冬天排队。会在宜兰开川味小吃，这是周丽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日子，因为过去在老家根本不会做菜，嫁来台湾之后一开始很彷徨，不知道该做什么才能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找不到以前的文章了。后来靠着社交软体终于找到方向，大显身手。来台湾之后我就会接触 FB， 然后我就想说我来做川味，因为我就喜欢做市面上就是没有的东西。炒豆蔻，中药搭配新香料，有了独门的辣油后，一开始先从团购凉面开始做起。第一团超过170碗的订单，面交时还惊动警察，误会成社会事件。但后来的网络回响以及每天店面的实际销售量，终于发现太辣让很多台湾人裹足不前，但是不辣又不行，调整口味势在必行。那我会就是按照我记忆中家乡的味道，麻辣酸香，所以说酸酸辣辣呀，香香麻麻，这样子就是你在别的地方很难吃得到的口感，就是这样说。多一点酸，让辣味变得温和不刺喉，差异化做法让川味获得认同。10个人他有10种口感，他每个人味觉神经都会不一样，那我只是在找寻跟我自己相同口味的这个群体。麻辣三香，家乡的滋味让周丽人生不再单调。